食べ物。众所周知呀，这个购物公园里面吃的东西哪儿哪儿都贵，喝的也贵。哎，但是我们就喜欢带男朋友、女朋友、家里人一起去那儿玩。那你知不知道 Coco Park 那边也有一家有着亲民价格的日料店呢？没错，就是这家位于购物公园附近的爆胆寿喜烧。用了美团优惠券之后，人均64，究竟好不好吃呢？他们的抹茶牛肉布丁必点新品，口感弹牙，甜度适中，奶味清甜，就是它的抹茶口味显得有一些劣质，个人觉得很一般。火山土豆泥颜值不错，上面撒的是辣薯片，土豆泥混了些酸奶，吃起来比较重口浓厚。双酱牛肉寿喜烧，首先服务员会帮你放这个洋葱在锅里面，用黄油搅均匀，将洋葱炒出香味。因为我们要求的是一半牛肉拿来煎，一半牛肉拿来涮，所以服务员先将牛肉的牛油煎出来，顺便也可以先吃那一部分牛肉。这个肥牛吃起来还不够新鲜，会有种冻品的味道，肉质还行，里面也饱满多汁，沾上他们的无菌鸡蛋，显得肉质更加细腻了。接着倒入特调的寿喜锅汤汁，放入想要烫的配菜。在这里要注意一下了，肥牛跟乌冬面一定不要煮太久哦，不然会丧失口感的。这一餐吃下来两个人9分饱，味道算是中等偏上，但不算特别好，就这个人均价格在购物公园已经算很良心了。相对于我们之前拍的那家山河田日料，显然这家口味比较偏下，所以5分的话我会给个4分。至于它的环境的话会比较狭小，但是舒适的氛围，一般高峰期需要排队哦。喜欢我们的朋友